你们来不及，不是不假丢头假是啊？哎，人家是第四节下课，人家紧接下一班就来了嘞。你每在讲降降低嘞？我跟你讲，你们哈、哦、没有按照我讲的把那果啊都是堆在一起哈、哦，它就不好。一定啊，每一个杠的话中间要有中空，你把它压死的话，它根本火啊，就容易熏。记得我跟你们讲学校里啦，记得，我怕天底下有空隙，一直往上堆，往上堆啊，它是火。最重要，现在呀、啊，不要每个人都挤在一堆，弄火的弄火，去准备厨具的准备厨具，啊，要去洗东西的要洗东西，后面有水龙头，啊，不是都全部挤在这里弄这个，要分工合作啊。生火的生火，啊，准备厨具的准备厨具，啊，不能够挤在一边，啊，要摆东西的就摆东西。还能敢跟他接？那个奶油让他融化。Thank you.